Hello，Hello，Hello。哎，各位，咱今晚开始上课，请起立。今日，请坐。各位同学 ，Hello，Hello。声音很小声。喂喂。喂，听有无？安尼说，较大声一算。Hello，Hello，Hello，te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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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哈，会使哈，拢听有啊哈，好好，来，诶，我是徐格林，啊，啊，诶，有几啊位是足面熟个。面酒哈，啊，有人听过，无听过外口，请举手一下，我看有几个人。哦，我不加这情况下，啊，我咧对头啦哈。啊，我会记咧张秘书长问过讲，有些人听不懂台湾话哈，啊，我们就用北京话讲哈，啊，我念英语哦，啊，那不要紧，啊，给你改水。好，我从现在开始用北京话讲哈。没有国语，这不是国语啊，这个是哪一个？我国语是霓虹国，是 English 哦。我们的国语是 English and 霓虹国，不要弄错了。哎，我用北京话跟你讲，就你听得懂的，这是我们被流亡政府教出来的北京话讲啊。我们从这个小细节上面开始纠正我们的观念，因为我们以前在一个系统里面，我们习惯一种系统。慢慢的我会跟你们讲。那要讲系统我们先来看这个东西，这是什么？凤梨翁来弄一下，还有其他的名字没有 ？Pineapple 啊 ，good 啊，霓虹果怎么 ？Pineapple 是吧 ？Pineapple，OK、okay。哦，啊，这凤梨哈，啊，我是教画画的老师哈，啊，我教的学生哈，大部分都是。很厉害的小孩子，就是画画上面有特殊天赋的。来下一张，这个是哈几年前，差不多十几年前。现在这个作者哈已经是某大学数学研究所的高材生哈，是数理方面资优小孩子哈画的。啊，那是什么时候？是在他学龄前，大班还中班的时候画的。啊，我的题目也很特别，也不是一般的题目哈。我的题目是什么？跳跃性思考哈，我给你一个物件，然后你要根据我给的物件画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根据第一个画出来的东西，给它做跳跃性的变化。啊，第三个根据第二个，啊，就这样依此类推，可以画十几个。所以它这里面，我给它第一个就是你们刚才看到的凤梨 on 来 pineapple， 啊，接下去它就要画凤梨了。这时间差不多20分钟之内完成的，请各位在座的资优学生告诉我，这里面有几个凤梨？啊，看不到一个哦，不要这样子吧，有凤梨吧？有，至少有几个你认得出来吧？来来来，哪一个？这很轻松，我们今天下午会吃饭啊哈，来，哪一个？这个啊哈。这台龙已经了，很像凤梨。他不要微鸟，不太会画，但是画的也像凤梨嘛，因为他学龄前，我们就体谅他一下嘛，哈。那第二个呢？这个，啊，为什么这是凤梨？怎么看？哎，有人指出来了，有人指出来，他从什么？从上面往下看，对，答对了。凤梨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什么？叶子在这边嘛，对不对？啊，这边。外面就好像是一颗一颗的那个哈皮哈，对。可是这个小朋友很特别哦，他不是画皮哦，他是写什么？树木枝哦，奇怪了哈。他写到多少？一写到的，他是照顺利写，写到27。那我跟你讲他在想什么，好吧？他把它当作时钟了。哦，从上面往下看，然后这样，然后叶子就一片一片，好像时针在跑，所以它有深有浅，好像时钟时针在跑，有没有？然后这数字，因为他学龄前不到一个小时，一天24小时，他写几个写到27了，哦，然后他怎么样？
旁边还放一个什么？我跟你讲，这里面凤梨好多个呢。再放一个什么叉子啦，不是刀子，叉子啊是什么？他把它想成披萨。哦，他本来更早的时候，他就想到太阳，对不对？对吧？从这个跳到这个嘛，然后再跳到这个嘛，哎、啊，变成时钟嘛，对不对？然后就跑，还、啊、想说这个有点无聊，他就加这个，哎，也像披萨，他就画一个叉子。啊，后来他跟我要什么的？他跟我要一把尺，锹啦，一把尺，你知道尺嘛？哈，量的尺。我想说，一般老师啦，通常会觉得你莫名其妙。我叫你画凤梨，你给我拿尺做什么？凤梨里面用到尺吗？啊，用不到嘛，哈。但是我这个老师不一样，我说你要尺，我给你尺 ，OK， 拿尺来用啊 ，OK 啊。他就画了最左边那个，有没有看到？啊，他是在画凤梨吗？我跟你讲，他也是在画凤梨啊！怎么看？怎么看？啊，侧面也看不到一这样一条啊！有人讲了一个字啊，切嘛，切开来啊！那我跟你讲更简单，它是用滚的啊！这凤梨在滚的过程当中，那个皮就这样下来，有没有？所以它数字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不对？然后叶子一片一片在旁边，有没有看到？这一片一片啊，那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嘛，对不对？啊，厉害吧？啊，他本来凤梨是安尼看的哈，他接下去跳到从上面看，然后又跳到变成拉直了一看。那有人说徐老师你解读太多了，我跟你讲哈，从我解读是这样的，本来是三度空间，加上时间四度，又拉回一度，厉害天才。徐老师你解读太多了，你用大人的眼光去看这个错了，我没有解读太多。你看这上面什么？他画什么？车子对不对？车子轮子是在滚，滚动的时候是不是有轨迹？是不是就跟凤梨这样？凤梨在滚的时候是不是就下来了？有没有解读太多？要不然他画车子干什么？他画车子做什么？轮胎滚做什么？对啊，就在他在叙述一个观念嘛，所以他观念没有跳跃式哦，他是一个逻辑接着一个逻辑连续下去的、哦。那还有画 tape。那时候有录音带，十几年前还有录音带，它是用 tape 在转的，所以我没有解读太多，所以这是一个天才。我看的时候吓了一跳，我说：“哦，这个小孩子不得了，以后吓死人了，在二十分钟之内做这么多事情，他的思考跳多少？”我还那时候还没问他更多细节，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但是我跟你讲，光是从什么三度进到四度，回到一度，这个就不得了。他在不同的向度里面游刃有余，就跳来跳去。很自由的挥洒，用视觉的呈现，他是天，果然没错啊！我以前的眼光没看错啊，我看到未来，他现在就是高材生啊，果然是数理空间的高材生，他把空间用矩阵啊，用什么把它写出来啊，描述一个空间啊，拓扑空间啊，不同的。而我不讲太多，但是这个问题是说，同样这幅画，今天我跟你讲，那时候遇到一个蛮悲惨的事情。他后来哈，我就跟他父母亲讲说：“你这小孩子天才，好好教。”可是没想到他父母亲还是让他回去正常的教育体系里面。这张画哈，如果拿给学小学的美术老师，老师说你得危险啊，对不对？六十分好了，给你及格，到旁边去做。哦，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个自私的想法嘛，我们思考只能这样子嘛，你不符合我的教育的系统里面，你就是 out 嘛，你的分数就不会高嘛。他看不到这个啊，一流的学生给另外几流的老师教就会教出，他后来没有错，他进了小学以后，他就画那种规矩很像凤梨，照片上看起来像凤梨那种凤梨，可他想象力就没有了，没有啦，因为被否定。好，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之下，只有他说的才是对的啊，只有他的考试课程，你才可以考上好的学校，所以经过他这种筛选的过程，只有特定的人才可以冒出来。哦，所以我们的教育在干嘛？在筛人啊，不是在教育啊，不是让人变得启发，没有在启发。你说的很好，没有在启发，没有启发是因为他也不希望你启发、啊，你启发来挑战他吗？他要你是听话的人啊，规规矩矩啦、啊，守规矩的人啊，所以这叫教育吗？重新想，讲到教育哦，我就不得不讲老师了。啊，为什么到这群老师手中，这些小孩就不见了？我也跟他父母亲教育建议啊，我说你这小孩很特别，一定要好好送去国外啊。他父母亲
受不了外面系统，整个台湾的系统的，不行啊，他以后怎么办？怎么考高中？怎么念大学？你徐老师，你是出国留学回来是可以这样讲啊，但是这个系统是这样子，怎么办？我说你们有能力就给他送出去，要不然你就是来我这边受训练的、啊，不要啊，后来弄了老半天、哦、好了，我就对这些老师这个教育系统就很有意见，好了，果然没有错，来下一章。下一章慢慢，哎，好了，讲到这个哈，我必须要讲另外一个故事。我后来哈，待会儿我会讲哈。来，我后来我在美国东岸念书哈，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在东岸一所学校还不错的学校哈。啊，我在那边念书的时候哈，我是念艺术硕士啊。我们有一个动作，就是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作品放在前面，那、啊、你们就像评审一样坐在下面，那、啊、我在这边解说我的作品，然后下面坐的是什么艺评家，他会从世界各地找艺评家坐在下面批评我画的画，说这个好那个不好怎么样怎么样，给我建议。结果在第一学期刚去的时候，画一摆出来，就一个日本教授就站起来。我为什么讲名字？因为这故事不是编的，是我真亲身经历的。他名字叫中里奇，他已经过世了。他怎么过世的？我待会再讲啊，先讲好了。他在画画的时候，因为画太大幅了，要爬楼梯，上面摔下来摔死了。啊，那是一个故事，那个也是感动我很深的一个教授。现在必须要提到他名字啊，先讲他好了。他一生碰到三件大事情，所以他的画很特别。他一生就是，你知道广岛核弹爆发的时候他在下面吗？他小时候看到下那个黑雨。就是因为你核弹爆发之后下雨，那个尘啊变得黑色，就滴在脸上，所以他小时候就看到爸爸妈妈或者他的兄弟姐妹脸上滴那个黑色的雨，这样滴，啊，你又用黑白片好像血一样，这样嘣嘣一滴滴，这是他小时候第一个印象。第二个印象是日本在60年代的时候有学潮，哦，他们共产党在日本闹事，所以就把老师他那时候当老师，他就被学生抓起来虐待。哦、第三次是什么？他碰到911事件，他那时候人住在纽约，他拿洛克菲勒奖金在美国念书，啊就被留下来，啊就住在纽约，就911就看到那个飞机这样炸，所以他一生碰到三件大事情，所以他永远没办法忘记说，我怎么在历史上碰到这么重大的几件事情都给我碰到了，所以他以后画就画那个。那后来我去纽约找他，他说要开一个个展，克安个展没多久画画掉下来就摔死了。很戏剧性的一个人生，不过他死得很英雄啊，他是在画画的时候死的、啊、不是在别的地方啊。哦，不错，我很尊敬他。讲到这个我就要讲到说，他站起来的时候就说，哎，你这个同学，你这个 James， 你的画、哦、可以知道你没有去过欧洲。我说，哎，怎么你就针对我的画讲，干嘛讲我没有去欧洲？可是那个学校、哦、是有点算是 prestigious school， 就是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去欧洲不去欧洲，这会影响到我在那边的形象哈。说，哎，这个人没有去过欧洲，又来学艺术，有没有搞错啊？所以我就回家之后就跟我妈妈打长途电话说，说我没有去过欧洲。今天教授站起来说我没有去过欧洲，我妈说这个暑假你就给我去欧洲。所以我那个暑假就回来台湾，跟了一团台湾退休的老师一起去欧洲之旅。几天几夜的、哦、10天，啊，去主要是去意大利、瑞士、法国这些欧洲国家。那我们第一站到哪里？到，请大家把手机关起来，哦、大家记得哦，以后因为我这个人我的记忆力很不好，我一讲话一打断我就接不回来哈、哦。好，我再跟你讲哈，对，你们都比我还清楚啊！那你接下去啊，要做第一站，我们叫圣彼得大教堂，这个就是圣彼得大教堂。不是不是，威尼斯在另外一边，罗马梵蒂冈，它是国中之国，意大利是一个国家，里面有一个梵蒂冈，天主教的中心。好，下一张，这个从上面看下去哈，很清楚哈，这边有雕像。这个16、17世纪的时候盖的，
盖了加巴尼在起火，你知道啊？那个时候是没有钢骨结构哦，也没有水泥钢筋哦，这是九头那里跳起来哦，石头石头这样叠起来的、哦，这样盖出这样的房子。然后任何一个雕塑都是用石头大理石刻出来的，有多高啊？一个雕像三个人高以上，一个雕像，那桥柜这样啦。下一张，你看它整个 landscape 好漂亮。我有没有乱讲？我跟你讲哈、哦，这边人这么高了哈、哦，走到最远的地方人只有这么小小一点了，啊，这个雕塑这么高了，有没有看错？啊，超过三个人。那这只是一个雕像哦，你看这建筑物多高，在16、17世纪的时候盖这种建筑，只用砖块盖的哦，哦，靠这样支撑起来的一个教堂，可以容纳这么多人哦。16、17世纪哦，我们那时候还不晓得怎么样。好，来下一张，这是从里面看的。哦，富丽堂皇，这边有很多雕像，它是 shrine， 就像神龛一样凹进去，然后它会放雕塑在上面，很漂亮的栩栩如生的雕塑都在这边，也都大理石的、哦，包括这上面都是哦。哦，下一张，哦。它里面是没有，那时候没有什么装电线啊、打灯的，没有，全部是自然灯光，所以它上面会有洞，然后太阳斜照，很漂亮的光线，哦，慢慢照下来，很漂亮。它地上都是抹平的大理石哦，哦，这是天主教的啊，天主教，哎，好，下一张，天主教，然后这是从这边看过去哈、哦，人这么小一个哈、哦，你看，进来几层楼高，如果一层楼是这么高的话哈。哦10几20层哦，好，下一张。它里面哈、哦，如果任何一个比较大的神龛，你看进去哈、哦，它你看细节多少，任何一个里面有更多的雕塑在里面，还有画在后面，还有镶金各种各样的。这是一个 altar， 就是一个神，就是一个台子哈、哦，上面有点蜡烛，这边小天使在这边飞，后面你看，好，下一张镶金。这个 Pietas， 它是米开朗基罗做的一个雕像，也是用大理石刻的。看到这个你们不会看嘛？哈，会不会看？你知道这在干嘛？看没有嘛？所以你要看这个时候要做一件事情，要解读。我待会再讲这个是什么故事。你如果不知道基督教，看这个看快看不懂嘛？哎，对耶稣啊，那个抱着他是谁？玛利亚。玛利亚，哦，很好，好，你们都知道很多。那为什么这样子？他为什么把呈现这种态度？啊、哦，你要慢慢知道他故事我待会讲，记得提醒我。好，我再看刚刚那个，再回到上一张，回到上一张，哎，再看刚刚还那种漂亮的时候哦，我们正常人的感受应该什么？震撼嘛，对不对？好伟大，你应该觉得哦，真的是。艺术品，然后我来这边真的值回票价，太棒了。结果这时候、哦、旁边的老师们、哦、那些真的是退休老师、哦、突然冒出一句话，台语啊，说啊，这没什么，跟台湾比我赶快，较大声而已。哦，我跟你讲，我听一下当下、哦、我整个人都愣起来，就是心里会揪成一团，怎么会有这种看法讲出来？当你看到这么伟大的时候，你应该说哦，好棒。太厉害了，是什么人可以做出这种东西来？可是一顾为哈、哦，是把人家 put down， 你知道吗？英文一个 put down， 把拉到很低啊，这刚糟蹋了。那个，你讲对了一部分哦，修养那是什么是修养？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继续把这故事讲完了哈，以这点来讨一波、哦。我想说啊，接下去啊，我这一趟行程跟这些老师在一起，大概也很大概会很特殊了。果然没有错，隔几天以后到奥赛美术馆，哦，法国的奥赛 museum 哈、哦，到那个美术馆的时候，也是啊，我一进了美术馆，咻一下，那些老师都不见了。我说去哪里？我就慢慢在那边看画。你知道老师去哪里吗？跑到咖啡 shop 咖啡厅去喝咖啡了。那我就差不多看了一两个小时以后，导游还算蛮有水准，让我们很久时间慢慢看。结果我就走来说：“哎，徐老师，啊那陈家顾啊。”怎么现在才下来？啊，我们在这边老早已经喝咖啡，在那边聊天了。我说：“哎，你们怎么不看上面的东西？”他说：“哎，这图书馆都他背啊，你去背脆点，去背一本啊，来电动物解释很清楚啊。啊，喝咖啡比较轻松。”
我说你开遐侪钱吼，来家是要看原作嘞。啊，你若要去看书，哎，你台湾背就好啊。啊，来家送一下，你来这边就是要看原作嘛，因为欣赏原作才是真品嘛。你知道原作跟照片是差太多了，你看到原作才真正有感受到这个东西是什么。就像你也可以在照片看那个圣彼得大教堂，可是你感受不到啊。哎，真的看到是完全不一样意思哦，表示他根本没办法欣赏这个东西嘛。好啦，这下一步。隔一当天晚上，我们又有一个节目，啊，刚好我们是一个很漂亮的法国导游带着我们去玩。他说：“哎，晚上我们要听歌剧，我在法国听，帮你们买了歌剧院的票，啊，可是要听歌剧之前，我们帮你安排那个法国的烛光晚餐，啊，你们把上次说我叫你们穿的衣服哦，正式衣服都拿出来穿，啊，我们就回旅馆把衣服换了，就想说先吃完法国料理，然后去听歌剧，啊，这个一套嘛，对，整个气氛都很好。”没想到上了车没多久，后面就有几个老师开始叠脸嘛，啊，我们这几天都吃西餐，吃到很不舒服啊。导游，我们要去吃中餐，我们要去吃中餐。啊，几个开始讲，规顶拢开始画，画到背后这个法国人没办法，就说好吧，叫导游那个车子开到中餐厅去吃中餐了。本来一个好好的那个餐厅，把 cancel 掉去吃中餐，啊，吃完以后全身那种大蒜味，导游逼啊，啊，然后跑去歌剧院听歌剧。啊，我们就穿这个 tuxedo 这样去，感觉很不对，很跳痛啊，太跳痛了。然后突然听歌剧，啊，那个老师就赶快拿相机来猛拍啊，因为那个很漂亮啊。但是哈，果然照预期发生了。吉基伯瓦库这些老师们就挂掉啊，照片照完啦，开始睡觉了。歌剧开始唱，就开始睡觉了。啊，睡觉是开始打哈打呼，咕咕啊，来进多少下？连那个法国人就转过头来跟他讲：“嘘，我是干嘛就更小，跟这一团的人在一起，又坐旁边，就讲一个门工啊，你们哪一国来？我都讲不出来啊。”哦，哈哈，就闹鬼，就更小啊。结果这一团哦，我们玩了很多地方，到最后哦，他们基本上就是 shopping 了，然后就坐下喝咖啡了。最后他最欣赏的是什么？你们猜他们最喜欢的节目是什么？最后一天去红磨坊了。看那个法国人跳那个半空舞秀啊，就上面不穿衣服了，就是漂亮的年轻女生的半空舞秀啊，他们就从头看到尾不会打瞌睡，精神振奋。啊，朵阿内啊，这是我们的国小老师哎，拜托哎，他在台湾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呢，你好歹嘛是师专毕业，还是师大什么系毕业啊，教我们的孩子哦。啊，我们的老师是这样的话，你看我们的小孩子教育是什么样的教育？不怪台湾人没办法进入艺术的领域嘛，没办法嘛。啊，这样的老师教出我们的孩子，哎，我们把我们小孩子的教育权交给他呢，父母亲忙着上班赚钱呢，把教育权交给这样的人教你的小孩子，糟蹋，真的是糟蹋。什么叫糟蹋？什么叫糟蹋？糟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在想糟蹋，英文叫 trivialization、啊、什么叫蹂躏？什么叫糟蹋？糟蹋就是本来是在高位的东西，是尊贵的东西，把你拉到这么低的层次。哎，比如说你在公家打理卡巴的哈，你开一台宾士了哈，啊叫吃槟榔啊，对不对？啊讲那台车糟蹋嘛。然后外国你要买好车，你需要搭配很多事嘛，不是把宾士停在路边嘛，或者随便踩几台车那坑呀，不是嘛？啊，里面放的那个，对啊，还有一个糟蹋啦，或者说很漂亮的女生嫁给一个实在是很抱歉的男生，啊，也不懂得欣赏他老婆的好，啊，每天刚糟蹋啊，蹂躏叫你做东做西，紧紧的操劳起来的奥子，对，就糟蹋啊。什么样？我们的社会都是在糟蹋事情的，好东西不会放好的。哎，啊，但是我也是老师哎。那当时那一团里面也不都是这样子，其中有一个女老师很敏感的哦。她刚到法国的时候，她第一个发现到什么？哎，这个环境很特别哦，我穿的衣服好像不搭配这个环境，所以她马上跑到店里面，把衣服都换掉，鞋子也换掉哦，才走出来说：“哎，这样比较舒服，在法国街上我这样走起来。”台湾带的衣服不太对，把它换掉，所以他有这个敏感度哦，不是说所有老师都这样，有些老师真的很 sensitive 哦。然后换完以后回到桃园机场的时候，又说：“哎，法国在衣服在这边也不能穿啊。”哦，
是，有些人有这个敏感度，可是大部分人是没有的。啊，我也是老师，所以我会想一件事情：这些人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帮助他们？他们在哪里出了问题？后来我就想到一个字，叫 capacity， 能耐。他碰到这种东西，他没有那个能耐去面对这个问题。我先讲两个，一个是解码器哈，一个是能耐。我待会讲解码。这个能耐是什么？都是说这个桌子里面哈，差不多十几道菜都很好吃的，煮得很好吃的。但是我的胃就这么大，我怎么吃？吃不下去，对不对？那怎么办？我想，我真的想通吃，因为都很好吃的东西叫什么？增加我的肚量嘛 ，capacity。学过电学叫电容嘛，哦，我能够储存更多电，哦，当这时候我增加能耐。比如说啦，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会中文，我会英文，我会法语，我会德语，我会日文，我的世界，我的能耐就比你只会一种语言大很多嘛，没错吧？因为我懂得不同语言，那每一个语言代表是一种体系哦，整个观念哦。比如说我刚才随便讲皮埃塔是什么，我在讲意大利话的，讲刚才那个雕塑啊，你如果知道这个语言，在听那个，你马上就知道是什么概念嘛，没够经过翻译就又不对了嘛，哈。所以你的世界会随着你语言增加，你的世界变大。我可以上网去看日文的网站，我可以看英文。同样一个事件发生，我有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嘛，就不会你受限于中文的世界里面啊。中文世界都给你宣传攻击不败啊，安倍的三支箭都是假的啊，都是没有效果啊，是负面啊。可是你到英文网站或到 BBC 网官网，又是另外一个系统啊，观点就不同啊。难怪 G7、G8、G9 国家给他肯定嘛。啊，你如果看中文世界，为什么要给人肯定？想不出来嘛，因为你的消息对不上他的结果嘛。G7、G8 国家一直说，哎，安倍做得好啊，支持啊，美国也要支持啊，那为什么中文网站都说他不行？那你们消息是矛盾的时候，到底谁对谁错？懂人那的看出来嘛？因为你会看英文的时候，就不会受限于中文的环境嘛。好啦，语言是一种，那我跟你讲，很多种语言都是，包括吃的语言也是。一顶狼去澳洲跟他讲，我们只要吃中餐，春天都没得吃。跟你法国高级料理，你嘛没在他家五星级嘛，去用糟蹋，青菜贵脆了，好不好？讲到白天，那几个人好高，第一点讲文件嘛，好。啊，那还旧啊？花那么多钱，怎么买这么一小口而已？哇，公开拍尿，真的很好笑。我跟你讲，以前有那个阿嬷看到那个人家买比基尼泳装哈，遐少的布啊，卖遐贵，对吗？而且越少越贵，这是怎么回事？一想无啦，因为他开始用不同的语言去解读这个的时候，这群老师就是用他所知道的语言想去解读这么伟大艺术品的时候，哦，无法度啊啦，因为他是用另外一种语言在解读这个嘛。哎，比如说你去日本，人家都讲日文啊，你又听不懂一个字是什么，你又想办法去猜嘛，就这边抓一个字，只字片语，这边有一个汉字，这边抓来看一看，大概猜意思嘛。但是你根本就不了解他的意思嘛，会想歪想错嘛，所以你要增加你的语言。我刚才讲语言有很多种，包括我们说的语言，还有听的语言，还有看的语言，还有触觉，还有肢体语言啊。不同小孩子有不同的才能。刚才那个一开始那个小孩子，他就有特殊的才能嘛。啊，你不能只用一个画的像不像这个语言去看这个小孩子，看了这个小孩子就完了，因为他是在这体系下完蛋了。你只用数学、物理、化学来看这个小孩子厉不厉害，干丢，对吗？啊，这小孩子就不是在这个系统里面，就什么都不是啊。你应该用多种语言去看，人本来就是不一样啊。有的人是用，他是用听的来学习嘛。我讲话你听得懂，可是叫你去读字很困难。啊，有的人是只能读，他不想听也不想看。啊，有的人是用图像思考的，看到图他就很有感觉啊。所以你要按因材施教，按到这个人的能力给他不同的教育，他就吸收得很好，对不对？那他就是个人才嘛。他不是个人才，因为你看不出来他是个人才嘛。对不对？你限制了这个东西，像就算他看见这么漂亮的东西，他看不到啊，有看没有见啊，有听没有到啊。很多人是这样子啊，我是在看啊，可是我不知道看什么啊。像冠名几乎这马戏啊，你用另外一种语言来看他、啊、你用什么？用金钱的语言啊，用斗争的语言啊，来看名正法理的语言，那跨物看不懂啊，因为他的世界里面没有法理这一块啊，所以他来看法理语言就是觉得莫名其妙啊，就给你套嘛。
啊，你这些人都是要做官的，啊，你这些人都是要提好处的，不是嘛？因为你用不同的语言来看事情嘛，所以你要学会这种语言嘛，就好像我们学会艺术的语言去解读它嘛。你刚才看到那个图片没有错，你知道这个故事大概是怎么样，天主教背景，你就比一般没有天主教背景的人看得更多更懂嘛，你马上就知道为什么会这种情绪描述在雕塑上面嘛，那艺术家米开朗基罗在做什么嘛，你马上就了解解读出来了嘛。讲到这边我就讲那个，当然语言还没讲完哦，语言有不同种语言，还包括什么颜色也是种语言哦。虽然刚才讲那个 sub 就是 language 之下还有什么叫做智慧 vocabulary， 比如说你会你说你也要英文啊，啊你会几个单字，对不对？你单字不多，你英文也你不能跟我讲你会英文啊，你单字不多，你知道你的范围也是很小，对不对？所以你的智慧也很多。比如说我懂艺术语言，可是你不懂得颜色的语言的时候，你艺术也看不到嘛，你能看一部分嘛，对不对？我说我会听音乐，我只能听古典音乐，啊，那流行歌曲听不懂了吗？啊 ，country music 呢？那说 rock and roll 呢？不同的音乐你就听得懂听不懂啊？或者现在 rap music 啊，听得懂吗？所以在第一个大前提，能耐下面是不同的语言越多越好。好啦，我现在讲回语言下面就是讲智慧 ，OK， vocabulary 哈、啊，字如贼，八如贼如何？那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在讲一件事情。那天去的，那一次那趟去的，大家都花了很不少钱去了嘛，啊，单位时间投资报酬率最高是我，干不起，我开下这集啊，我享受最多，我是不是把那段时间赚回来？我把我花的钱也赚回来，因为我享受很多。可是对这些老师是花很多钱，坐了一个很辛苦的飞机，在那边喝了几杯咖啡，买了几本书，啊 ，shopping 啊，再回来台北，我就不想，对啊。啊、他人生就这样过，一样过十几天哦。这个十几天对我来讲是赚回来哦。所以我对于那种运动很过度的人，我实在不是很欣赏，因为我觉得运动维持身体健康，剩下时间要怎么样好好的享受人生嘛。啊，你怎么享受？你没有个那个肚子哦，你就享受不了。你的肚子就这么大，你没办法享受。所以剩下时间是什么？是在浪费的嘛。You're wasting your time 嘛，你在浪费你的时间嘛，你在过日子在浪费你的时间嘛。因为你不晓得怎么去享受人生嘛，但是你的能耐增加的时候，你就懂得怎么享受你的每一分每一秒嘛，看到什么都是好的嘛，美的你会去吸收嘛，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怎么赚回你的人生，不是练身体啦，多活几年，那不该抓人再怎么活七八十岁一百岁好不好，还是要死啊，说得很好啊，啊怎么赚回来，就是让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大量的吸收，对不对？你们来这边就是一个新的语言啊，增加你的能耐啊，居然能够看这个世界是这种角度去看啊，完全就哎、欸、我跟你讲、哦、你们来这上课、哦、一开始来的时候眼睛这样灰灰蒙蒙的、哦、出去的时候眼睛会发亮、哦、我没骗你，我每次看每一期的学员都是这样子、哦、刚来的时候都这样嘟把打到累累累这样，眼睛都灰灰的啊，等到学期对吧，最后一天中将官的时候、哦、你们把眼睛都会亮起来、哦，我没骗你，以后你回去看新闻、看报纸、看这社会乱象的时候，你有一个清醒的心去看，会看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啊，你也知道自己是谁，在这里做什么，往哪里走，会很清楚。讲到这个，刚才讲到一个动作叫什么？解码器。我刚才不是讲，除了你的语言能力要增加以外，还增加你的解码器。刚才那些老师用错的解码器，什么叫解码器？我再讲一次啊，电脑里面，比如说哈。电脑跟人沟通啦，它是要透过解码去翻译成你知道的语言。机器听不懂你讲什么啦，它有些 machine code 在最后操作那个整个机器啦。那人写的是高阶语言，高阶语言就是人看得懂的啦。你就要说啊，去读资料啊，读资料，电脑哪知道什么叫读资料？那你就把它翻译成电脑懂的语言。我再换一个举例来说，比如说我跟你讲话，我的头脑有个概念，你看不到我的概念，你也不会知道我的概念什么，除非我什么。透过语言跟你讲嘛，我概念翻译成人讲的话，我刚才不是讲说我只能讲北京话跟你听跟你讲吗？对不对？我讲台语有人就听不懂啊，他就没办法解答了，就不能解读我的语言了。 OK， 刚才讲哪里？解码。 OK， 经过翻译以后，我变成你懂的语言之后，你听进去以后，你再翻译成概念进到你头脑，中间有一个翻译成码
跟解成码变成概念吸收进去嘛，这才能沟通嘛。所以今天有艺术品摆在那边，你怎么去解读？你就需要解码器嘛。啊，这么欧洲这么美丽，我怎么看？好啦，很美丽，怎么看？我不会看。那你就要知道什么？我跟你需要多少语言？你需要雕塑 3D 的语言，你需要建筑语言，你需要宗教语言，它是宗教里面的艺术品啊，所以你要在宗教的 content 的环境里面 context 里面去欣赏这个语言，啊，你才懂得嘛，要不然他做那干嘛？他没带没机，了解时间，花那么多时间去雕塑做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去画，花那么多金钱去做，在做什么？所以他背后是有一个基督教的故事嘛，来支撑他做这件事情嘛，就让你到庙里面去看，为什么有那个雕塑？一定是有宗教背景。那为什么佛像是这样做？一定有它的背景嘛？因为佛教以前是婆罗门教里面跑出来的，所以为什么佛教不喜欢讲像，不会具象的东西？不像道教很多，我现在不讲太多了哈，先讲到基督教，我们就只讲到这一块。所以你要有正确的解码器来解读艺术作品，你就一下就知道了，变得有意义的东西，你就可以吸收进去。要不然对你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比方啊，这些庙卡大神呀，变成这样子。那糟蹋的事情就来自于解读不了你看到的东西。这个女生的漂亮你看不懂啊，你把她当作是一般的女生啊，她的才能你看不到啊，她的美你看不见啊，不是吗？她的美在哪里看不到啊？露露啊，哪是重点啊？内在后卫看不到，那是另外一种语言。哎，你蛮有深度的，不错。OK。我现在就在讲这件事，你要正确的解码器才解。所以现在回到那个教授哦，我那个日本教授为什么一开始站起来就说你没有去过欧洲哦，很奇怪哦，是不是很奇怪？那看我的话就知道我没有去哪里。抱歉哦，我现在在事务局 interview 人哦，你一来我会叫你做什么事情？哎，没错，我叫你画画啊，我看你的话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吓到了哈，很奇怪哦，我就是看得到，我是被那教授训练出来啦。我看画就知道你有去过欧洲，我就知道你有没有去哪里，很奇怪哈、哦。你不用啊，我没有叫你画大幅画，我只叫你画一个形状而已哦。我就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看到你这个人是谁哦，包括个性哦。我每次哦，我看完他那个图之后，我就说你是什么什么个性，他也吓一跳。哇，你在算命啊？我又不是在算命，不是啦。因为我们呈现的每件事情，包括穿着、讲话、谈吐，你其实也不用画画啦，只是你们平常哦。如果你们当老板经常 interview 人哦，看久了，看上面面相做下面代志，你就会看了嘛。只要上了年纪，你都会看人呢、啊。他就是某种程度还是一种肢体语言，对不对？面向的语言，他都是语言啊。你会解读，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谁嘛。这些垮狼拍狼对，接着一起后狼，这些善人会看嘛。那我是画家，所以我是看你的图嘛。看的图是你装不出来的嘛，是你表面上穿的道貌岸然，我买叫熊框在你内心嘛。所以画是我一种解读人的语言，哦，所以那教授解读我很清楚，因为我用颜色用不对啊，我的颜色的敏感度不好啦，就让你来台湾，你的环境里面没有教导你颜色的语言嘛，所以请他哦，然后颜色都乱搭啦，啊，红配绿狗臭屁啊，乱搭颜色，那为什么乱搭？因为我们的环境就乱搭，对吧？好，最近几年开始有一些不错的商圈哈，开始有点比较有 sense 的东西出来，就影响我们的穿着，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外国人很容易啊，我们有一些外国人在我们这边很容易就被认出来，因为他穿着就算是名牌哦，也可以穿得像路边货、哦、路边摊的货，对不对？所以他不光是穿着嘛，不是光是买名牌嘛，你要搭配穿。我很受不了去菜市场带一个 LV 包包那种，很奇怪耶、欸。对，那他是真的啦，我知道那个是真的，一看得出来了。可是不对嘛，第二你在的场地不是拿这个包包的地方嘛？启迪万那坑这边重啊，那你穿的衣服也没有搭这个啊，啊你的人的样子也没有搭这个啊，这个要在一起的嘛。适当的包包在适当的场合出现就是对的。啊，你拿错地方，上班也拿 LV 包，骑机车也要拿 LV 包，啊、这 LV 包包都没给带去啊。被你用的，这个给我糟蹋，你知道？不知道这东西放在那边，把它放到这种地方来用，就是糟蹋嘛。要不然什么？他是什么？他用实用的语言。哦，这个包包比较好用哦，不对嘛？重点不在这里嘛，对不对？就好像我爸那个，我那个阿嬷觉得那个泳装
那薄荧要旧还要贵，你笑哎、欸，他在比量哎、欸，就是比布料用的多少。那我，对吧、啊、哈？怎么为什么那么好笑？以前迷你裙是越短越贵啊，对啊，真的很好笑。我那时候记得哈，到那个故宫去看，哎、欸，就好像什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就好像你到古董店说啊，这门店说古啊，我要买新的啦，这是古董店哎、欸，是。你懂吗？你用错语言，在错的地方发生，就会产生这种错字情况。OK， 很正常啊。好了，现在讲到解码，讲到那个，我会继续讲其他东西啊。解码器有很多种。我们再往下看一章。好，我刚才回到这个哈，这是基督教的雕塑嘛哈，它里面没有错，照刚才那位先生讲，后面是玛利亚，这是耶稣。那为什么他要伤心？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你们看得出来吗？你知道他很悲伤嘛哈，看得出来吗？那表情，然后一个摊在那边。可是基督教故事是什么？就是耶稣刚钉完十字架，已经确定死掉以后，被拿下来，然后这是玛利亚，是他的什么？肉身的妈妈嘛，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肉身？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上帝嘛，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啊，为人的罪死。死的时候他，玛利亚以前也知道他是上帝啊，他为什么会死？他这里面除了悲伤以外，还有混淆、怀疑，哎，这怎么回事？啊，你明明就是神啊，怎么会死嘞？他不晓得三天之后耶稣会复活啦，之后就完全另外，他就玛利亚就变了一个人了。哦，因为他发觉，哎，他这真的复活了。那但是在那个之前，在当下，在那个 moment 的时候，他看到那个是很复杂的情绪。那一个艺术家怎么把这个复杂的情绪在表情上？啊，你如果很单纯的人，就是一个哭的脸啊，他没有啊。哎，这个是很 reserve， 很保留，很内敛，压力都在里面的那种表情呢。啊，哎，不简单呢。大理石要，这是死掉的耶稣，这是一个死的。一个是活的哦，怎么样用石头来表现死的跟活的？怎么用石头来表现 drapery， 就是这个布，怎么垂下来？什么样的表情才适合在那个地方？对艺术家来讲，他不是天才，没办法做到这一招哦。他把所有的复杂的情绪、所有的故事，在这个一个雕塑里面锁定的一个点哦，他很复杂的 message， 就是讯息在里面，丰丰富富的讯息。什么叫艺术品？就是这样子。到这个层级叫做艺术品，不是一般的雕塑啦。一般雕塑雕的好不好看，跟雕塑家没有关系。这个是有灵魂的雕塑，有思想的雕塑，有深度的雕塑，要会看哦。那我现在解答，我现在其实是给你们解码器，你们再看得懂。先有后面的故事，表示他头脑在想什么，才会有这种表情出来，那就完全配合。你有没有看过演戏？演错的是什么样子？就是这个戏是这样演。这个戏是这样演，可是你表错情，啊、哦？什么叫表错情？就戏里面你不应该是这个角色，或者你表现过头，你戏都看不下去，对不对？哦，所以这个艺术家要让他表情是刚刚好的。好，下一张。好、哦，这是另外一个，也是在圣彼得大教堂里面的另外一个作品。哎，今天下午是很轻松，我就讲这些比较艺文类的，让大家轻松一下嘛，哈。就叫 Bernini 他在演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男生在追求这个女生，这希腊一个 mythology 哈，就追到最后，等到给他逮到的时候，女生就变成树了，所以那个手就变成开始变树枝，因为他永远得不到这个女生了。好不容易追到这个美女，就变成树枝了，这很悲惨的故事哎。好不容易追到手，就变成树枝，他的故事结束。可是你看，哦，真是年轻的身体哦，哦，你看 fresh。用大理石雕出这种感觉，然后雕出这个树叶，你看，大理石哎，它不是现在这种技术哎，它真的是，哎，去敲的哦，没有什么特殊技术，不是说造模先做一个 negative 再 positive 再灌浆，不是这样子，真的是敲出来的，大理石敲出来的，然后你看它还保留一些本来石头的特性，哦，鞋子是皮带做的，头发是像头发哦。啊、哦，下一张。哦，后面叫 Sistine Chapel，
Sistine Chapel 中文怎么讲不知道。它后面是米开朗基罗画的像，来再下一张。哦，你看创世纪，然后一直到耶稣升天，全部都演。我跟你讲哈，讲到这边哈，我就想说给大家一些解码器。基督教文化哈，其实蛮特别的，它跟其他宗教不一样。其实应该讲说，基督教、回教、天主教、犹太教都是基本上一个同一个概念，他们叫做启示性的宗教。什么叫做启示性宗教？他就说，除非这盒子打开，否则人无从了解宇宙的真理是什么。好，除非它就像盒子一样打开，你才知道里面是什么。人是没办法透过自己的想法去了解这个宇宙是怎么运作，怎么来，怎么去。为什么？就好像我以前念电脑系，念人工智慧，你不会创造一个电脑比你还聪明的。为什么？那电脑是你创造，它的运作逻辑是你给它，或许它算得很快，可是它不会变比你聪明，知道吗？因为是你创造它嘛，它的游戏规则都是你定给它的嘛，所以人怎么会了解上帝？所以很多人问话是问错问题哦。我举个例子，上帝为什么不让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把人造那么？你所有的问题都，他们英文叫 invalid， 不合法的问句，不会有答案的问句。为什么？因为你是人嘛，你怎么可能由上帝得到上帝来的答案呢？除非他要告诉你，否则你无从用推理，因为逻辑都是他给的啊。你再怎么推都在人的逻辑里面推啊，你是跳不到上帝的那个逻辑啊。所以他们讲说基督教的宗教是创造，就是启示性的宗教，除非上帝要告诉你人是活着干嘛，否则人无法自己找出答案出来。好，这是基督教启示性的宗教。还有一个，基督教还有一件事情哦，它不仅是启示性的，它还做一件事情，预言式的宗教。就是他必须要跟真实世界做结合，他先跟你讲说几年以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几年以后会在伯利恒诞生一个。我以前圣诞节都到教会里面去，都听到这个嘛，一大堆先知在那边预言说，将来在伯利恒这个小城会诞生一个婴儿，他名字叫弥赛亚嘛，哦，啊，你们要取名叫耶稣嘛，什么什么什么，那什么，他是几百年前预言这件事情哦。所以这个宗教不是人想的时候就会发生，你刚才讲的预言这种事情。所以基督教是要有预言，然后又要预言成真。所以在基督教，所以这里面很多，你知道 Sistine Chapel 里面很多在讲预言跟预言成真的事情。所以刚才除了讲一个启示性宗教，还有一个是预言。所以这几个东西是结合在这个，你要欣赏这个教堂的时候要有些概念在后面才知道他在讲什么。而且他预言耶稣一定会被钉十字架，会花多少钱卖掉，最后会复活，很多事情哦。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我跟你们介绍这个哦。这是基督教解码，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解码，再下一个。我现在一个一个解码器给你们，再下一张。好，这是一个解码，在罗马的市中心有一个水池，看到这个雕塑。赶快啊，你们看到这又是什么？哦，很好看啊，很好看啊，很好看又怎么样？很好看嘛，哈，那代表什么？有的人为了很好看，花那么多时间雕一个雕塑在那边放着啊，哎，这也要花钱呢，也要 commission， 就是说我要是要拨一个国王要拨，或者是统治者要拨一笔钱，叫艺术家去买石头刻，也不少预算哦，要多少工人去把它做出来啊？为什么？他不会只为了好看吧？有意思的哦，这里面是什么？首先要认识它里面四个方向不同的神像在里面，每个神代表一条河流的河神，有尼罗河河神，有代表多瑙河的河神，有不同的哦。所以它代表地的四极。罗马那时候是什么帝国？哦，帝国做事情真的很臭屁哦，他就把世界地的四极的河神弄两外加。因为当时那个时代哦，河流是代表一个文化的发源地嘛，对，他把印度恒河的河神被抓来，尼罗河河神抓来，不管什么都抓来我这边，你还记得啊？坑诶，市中心，这表示什么？我是帝国，我是世界的中心，对不对？是不是很霸？就这个意思啊。他为了这个做这个啊，
那你们看不懂的人就看雕塑啊，看得懂就听故事啊，才知道为什么做这个雕塑啊。它其实背后是帝国的武力的展现，能力的展现嘛。看得懂了哈，下一章。几年之后 ，OK， 另外一个接近帝国的强国出来，叫法国。法国在18多少年有博览会哦，博览那时候哎，那时候还没有飞机啦，有什么有汽船？法国就做了一个万国博览会，那一年有听说有几百万人上到这个，那时候已经有电梯了。18多少年的时候就有电梯了，而且是人类的建筑物第一个盖的最高的。在平地上盖起来，你不要说在山上再盖建筑，那不算哦。从平面盖一个建筑最高的，这个，它几只脚？四只脚，继续延续这个罗马帝国。罗马帝国那时候下来了嘛，现在换下一个帝国，西吉卡拉，四只脚，也是代表四地的四级啊。可是它这个不同的宣告，它为什么？以前的帝国都是平面式的哦，从它开始变成什么三度空间，我往上发展了。这个高度是没有其他帝国做出来的。我宣告一个新的帝国领域开始，领空权。所以这时候，这个出来的时候没多久，就是船，飞行船在后面那种大的，不是现在的飞机啦，就是有氢气加氦气加什么那种船在那边飞来飞去。过没多久，果然飞机就出来了。好啊，它代表它开启了一个新的 era， 新的世纪出来了，新的帝国。那再过60年怎么样？下一章，下一章，太空船啊，三度不算啊，不是啊，那时候阿姆斯壮啊，太空船啊，第一个到月球去的、啊，哪一个帝国？美国这个帝国出来了、啊，1960几年就有了、啊。中国最近不是要送太空人吗？人家是几1960几年就送去了啦。有到月球吗？对啊，那就不是嘛。我讲是到月球嘛，阿姆斯壮在月球上插了旗，再飞回来，那个技术只是到外围，那不算啦。到卫星轨道那是另外一回事啦。而且电视实况转播给你看啦、啊，苏联就跟不上啦、啊，最后就奥兹啦，不是吗？就奥兹嘛，他要竞争嘛，谁要比谁是帝国嘛，他撑不住嘛。我要再跟你讲那个故事更多，为什么他撑不住？帝国不是每一个国家可以玩的啦。你没有足够的人力经济，那我再跟你讲，有关于艺术哈，有一个说法，他们就是 the final jewel of the crown， 就是皇冠最后的宝石才能是艺术。皇冠最后的宝石哦，皇冠最后的宝石是什么？只能给一点给个熊大了，对不对？最大一颗的。那皇冠其他宝石也是宝石哦。我跟你讲，其他宝石是什么？经济发展，社会。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军事武力、人民的素质，各方面都嚼贼料才可以放最后那叫艺术的。你没到那个程度，你就不要放那一颗，会丢脸。一样嘛，现在帝国出来就告诉你嘛，新的帝国出来了嘛，这是你跟不上了，你要来拼啊，较早嘞。60年前他做这个，现在已经不知道，现在到火星了啦，已经不再玩什么月球、地球了啦。你火箭升空很简单啊，到火星然后即时转播，看你做会搞呗。火星啊，美国送无人太空船到火星啊，你要来就玩这个啊，已经下一好几集了啦，那是很久以前。你讲说什么？现在中国送那个，那已经历史。OK， 好啦，现在走，我讲到这个，再下一章。这是18多少年的纽约？1870几年的纽约。好，跳下一章。1907年的纽约，1907年跟台湾很有关系哦。1907年的纽约，纽约啊，100多年前的纽约啊，已经盖成这个样子啊，难怪他1960年的时候已经送人到卫星去了，太空到月球上去了，一个帝国兴起了。怎么解码？你要会看啊，在那个时候就看得懂，以后会有一个新的帝国会出来啦。下一章。再下一章 ，OK。在你看这个之前哦，1900几年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在发生，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是落后的亚洲嘛。那时候最先进是日本嘛，其他就是落后到不像话的地方嘛，所以那时候他不断的侵略亚洲国家嘛。
哦啊，日本是唯一一看到奇怪的黑船的时候就已经全盘西化嘛，他不要再跟中国了嘛，他已经 out 了嘛，所以他现在全盘西化，全部一整个系统换掉。我先跟你讲，这个是以前的话，16、17、18世纪早期都是这种话，它像什么？它像不像？它是不动的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希望你跳到艺术家的角度来画这个东西。如果你是画家的话，你要花多少时间画这个？要不要一年？要啊，要啊。哎，会画画的请举手。要不要一年？要，绝对要一年，绝对要一年。那我请问你，这模特儿要干嘛？那时候没有照片哦，不是这样照片画的哦。你真的要模特儿躺在那边给你画啊？啊，光线什么？还一直每天都打一样的灯光哦，布料一样哦，是不是？是嘛？对啊，对啊，你就要参考啊，把 sketch 出来，然后剩下涂上颜色啊。它有点像什么？像照片嘛，像今天的照片。以前的画家的确有不同功能，又像摄影师，又因为那时候没有照相机嘛，18多少年才有相机，第一台1807年，第一台摄影机才出，照相机啦，那种简单的用水银去做那种，嘿，那个相机才出来。啊，那时候之前都是用艺术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相机出来，某种程度上艺术家的功能也少掉一部分。那艺术家做什么？艺术家说。啊，这功能不用，我就画你照相机照不出来的东西嘛。啊，好，下一张。哦，这就回到刚才那个故事啊。耶稣复活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他的门徒不相信啊。他说：“哎，你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个耶稣啊？因为别人装的啊。”耶稣说：“没有啊，你来看，第一个你拿东西给我吃，第二个你摸摸看我那个手上有钉痕，第三个我在十字架被挂在那边的时候哈，哎，你知道为什么要堵那个？”为什么呢？为什么戳了下去就知道他有没有死？不会挨一下是吧？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有道理啊，医学道理啊。戳下去又怎么样？半会啊，啊鬼气好像都越抬低嘞。我跟你讲，一下去的时候，水跟血分开来的时候，就是人死掉的时候，血小板跟那个组织液分开，黑金匠狼戏啊，黑罐子真的死掉，哦，那就是戳那个。啊，这个我就不讲太多细节，但是他那个叫做 Doubting Thomas， 就是多疑的多嘛。这个人哈、哦、是一定要看到摸到才相信的。那其他门徒是看到耶稣就说啊，你已经复活就已经相信了。哎，我们今天讲明政府这个也是一样啊。有的人说干母样，全部都在证实，我要亲身看到 B 军谍要讨经过在展亚宫这个美军占领，他是没有想象力的，他一定要到最后还去挖那个洞，说这还翻你看，如果。哎，到那时候真的不要信心呢。你知道我们每天都在用信心这两个字吗？你今天坐这个位置，你怎么敢坐下去？你不知道那个椅子是会垮下去的吗？啊，你去楼下吃饭，你怎么知道这个没有下毒？我跟你讲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要基于某种信心来做我们每天的事情。对啊，那你等公车为什么要等？你怎么知道这个车子一定会来？在某种程度啊，你知道高铁，你怎么知道这个时间到这个车子会来？那你为什么要等下去？某种程度上，我们在用我们的信心嘛。我每天都用信心的。你这个水敢喝下去吗？你怎么知道它没有毒？啊，如果这样，你的日子都不用过了，日子都不用过了。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在这边的时候，你太太家里、小孩子在哪里、做什么、安全吗？是不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在信心？对呀、啊，一样啊。你在看事情的时候，事先判断事情，你会预先做一些事情，就知道它一定会发生，然后你事先做预备的动作，然后到那个地步，哦。所以我们每天都在使用信心这两个字嘛，对不对？我们用信心在过我每天的生活。我讲得很深哦，你不是那么简单讲的。好啦，这就是基督教的故事，就是讲耶稣复活。可是你如果不晓得复活是什么意思的时候，那有什么了不起？复活什么？哎，人没有复活的哈、哦，没有人胜过死又活过来的哈、哦，这是很荒唐的事情哦。所以他证明什么事情？耶稣复活要证明，耶稣行神迹没有错啦，他让水。波动讲下来，他可以赶鬼，他可以医治百病，可是这个不是耶稣来的目的啊。他说来的话，他就这些事情完完的结束了，是什么？哎，他来的目的就另外一个意思啊。你要了解这个意思，才知道整个基督教的核心是什么。我今天暂时没有讲那么多哈，因为时间关系，我要控制一下。下一次我会给你们在我们事务局的课程里面，我会特别讲怎么去解码这个东西。我把整个基督教，这会影响到很多。
基督教的精神也是后面我们律法的精神，也是国际法，也是战争法的精神，这都看下个就凄美啦。我们学别人家的法律，可是我们那个本质不晓得，以为整个系统民主系统搬来这边就对。可是你如果没有尊重人，说这是上帝所创造的人的时候，你不会去尊重人哦，你不会对人家好，你都没有道理啊，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发展出来的体系是不会建构说尊重人的生命这种事情，不会有的。它其实背后都有基督教文化在里面。因为那为什么人会平等，我跟你的地位为什么平等，因为都是人上帝创造的嘛，所以我才尊重这个人嘛，不管他的身份低，所以王子跟庶民同罪嘛。这观念在中国里面是没有啦，他是视万民如草芥嘛，一将功成万骨枯嘛，我是踩在别人的头上上去的嘛。我杀毛泽东讲话，不知道是谁讲，我杀100万人没什么啊，第二天又生出来了。当你不把人的命当一回事的时候，但是最近秘书长昨天在讲，习近平开始说他不希望有伤亡，把他达成繁荣嘛，对。才开始慢慢学会尊重人这件事情呢，要不然你的文化里面是不是？可是你尊重你的道理在哪？你的根基是什么？你是根据什么要去尊重人？后面就要有一个更深的东西体系，就是宗教信仰价值观的体系要去建构，那就顾客亲吧，以后再讲，不要今天没有要讲这么深。好，讲到这边，我还是讲另外一个哈。我现在是跳着讲，因为要讲的东西太多了。我讲一个简单的，因为现在是高级班，我讲一个简单，那这故事听得懂听不懂随便你们，你们去想一想就好。这里面有没有学经济的？有没有学经济方面的专才？有没有？没有，没有。好，我讲一个简单的故事。以前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算是讲给网络上的人听也可以。有一个越战，你知道越战嘛？哈，美军跟越南打仗，然后有些美军就被俘虏在他们的俘虏营里面。那越战结束之后，有一个大兵就释放了，就回到德州的家乡。他到德州的家乡以后，做一件事情，就带了一个袋子。隔一天马上到银行说，柜台小姐坑一下工，小姐我要存钱。小姐说啊，你要存钱啊，存多少？8000万。哇，小姐听了吓一跳，哎，这个金额太大，我不能处理，我叫经理出来。就进去里面没多久，经理就出来，哎，先生，我怎么服务你？他说我要存8000万。他说好，没问题。他就把钱拿出来一看，那经理就傻了一下，就愣住。他说先生，你不要开玩笑了，这是大富翁的钱，哦，大富翁游戏的钱。你们有玩过大富翁？有的举手让我知道。好好好，那都有玩过，太好了。这一期很特别哦，玩大富翁人比较多。大富翁的钱，那个经理是说你不要开玩笑，可是这个越战的退伍军人他说我没有在开玩笑啊，这个钱在我们俘虏营的哈，是真的可以来买食物哦。我要吃牛排可以买到牛排哦，我要买古巴雪茄可以买古巴雪茄哦，我要特别服务帮人家剪头发，要人家帮我剪头发，我用这个可以买得到哦。因为哦，他们在俘虏营久了哈，他们就形成一个啊货币组织在里面，对不对？那你现在出来了嘛，啊，他认为这个可以用，可是这个经理银行经理也很聪明哦，他讲了一句话什么？我希望好在你不是，可惜你们这个俘虏营现在已经关了。如果还开的话，我是希望，我是愿意用美金换一点你们这个钱进去里面消费哦。听得懂吗？这个有点深哦，你们知道哦。我愿意用美金跟你换点钱进去这里面消费哦，很复杂哦。听得懂吗？那我跟你讲一件事情，1972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一样的事情，在那之前中国是怎么样？不跟外面有做经济来往嘛？他如果需要什么东西，他怎么做？以物易物嘛。他跟苏联，比如说我这边生产大麦，你那边有什么矿产，我就跟你换嘛，边界用火车运来运去嘛，是不是？因为他的货币不是通用的货币嘛，没有意义嘛，要不然用黄金交易，那否则之前货币是没有，人民币他也在印啊，可是没有用啊。可是，在1972年之后，他的
他是怎么样？他有点是自己关起来做，可是外面的资本主义就说好，你要玩我们的大风可以。大风一开始是怎么样？先给你2000块，对不对？你可以拿新台币进去玩大风，不行嘛，对不对？一定是玩大风里面的钱嘛。所以美国说好，人民币本来没有价值，对不对？我让你兑换美金，几比几？你跟你讲，就有点像一开始发你2000块一样嘛。我让你进来玩嘛。啊，以前共产主义做国家做的东西，他资本主义家没有要呢。你除了原物料他要以外，村内一波啊，你做的角色他要吗？你做衣服他要穿吗？没有人要买耶。所以那时候资本主义国家要做什么？第一个我把你养大嘛，可是我要教你做我要的东西嘛，所以他大量的技术资金就会进到中国里面帮助你嘛。所以过去你看到中国经济起来是什么？是被养出来的嘛？要不他的钱怎么突然来那么多？就是大风一开始2000块嘛，了解吗？我先给你钱嘛，你本来钱不是钱嘛，我先让你的钱变得有价值，可以出来交换嘛，我跟你交换嘛，我把你养大嘛，对不对？那这个钱的基础是什么？美金嘛，就外面的通用货币嘛。可是呢，这个中国很奇怪哦，他得到好处哦，可是他的脑袋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有点像外面人家剩了一个游戏，他进来也要玩，可以，但是你要按照游戏规则来玩，你不是进来乱的嘛。今天的中国看起来有点像是进来乱的哦，怎么个乱法？游戏规则是什么？不要仿冒嘛，对不对？游戏规则是什么？啊，不要剽窃人家技术嘛，哦，游戏规则是什么？不可以自己乱印钞票嘛，不可以操作啊？对呀，不要山寨版啊。游戏规则是什么？你不可以拿这个钱进来继续虐待你的人民嘛，不可以钳制人民的思想嘛。外面的游戏规则是自由的思想嘛，流通的嘛。你不要拿赚来的钱去干嘛？买武器对付西方国家嘛，是不是？你赚来的钱不要继续做什么？他现在想说，不要用美金当做计算的货币嘛，他就要挑战老大的位置，哎，是不是？我们都不要用美金了，我们现在换另外一种币值。你经常听他们在讲啊，啊，机关党都讲啊，来乱的嘛。因为他的脑袋里面，虽然他是希望玩得到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些 prosperity， 他之前很穷嘛，他说这样再玩下去的话，他会完蛋，一定会被人家灭亡，因为其他国家苏联也快倒了 啊美国在那边越来越强，这西方国家越来越强，他就自己关起门来自己，就像现在北韩一样嘛，对不对？他一定迟早缺东西都没有啊，所以他进来玩这个游戏，希望从这里面得到好处。哦，大家很多人都很惊哦，都开始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了。可是这个来的人哦，脑袋还是停留以前共产主义，希望以后自己最大，统治全世界，闹柯林啦、啊！你的游戏规则都还没搞清楚哎，就要进来乱，他是来冰斗啊，是来翻整局的、啊。他拿赚来的钱去买武器，对不对？增加他的军备，但他怕看了也怕啊，你是来做什么的，对不对？所以他最近就开始什么挑战日本嘛，而钓鱼台。他明明不是你的，他就会戳啊。他觉得他的市场够大，他钱赚的够多了，所以来挑战老外的位置。可是你不会宰掉啊，因为你这个人这样的老三跑出来的话，先吓死人了、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动嘛，大家全部在围堵他嘛。你没看到吗？安倍到美国去以后，说日本回来啦，得到美国的 OK 啊。美国有点像庄家，你知道吗？有点像最大的玩家嘛，他决定嘛。我跟你讲，你们有空高级班你去上那 IMF 网站，就是国际货币组织。每一个国家按照他的 account 多少决定他的比例多少，发言权多少，投票权多少，自己上网去查。基本上美国就17%左右，日本6-7%左右，中国本来3%多，现在想说我实力够，我要挑战日本。差远了，你来挑战，事情就越来越乱，所以现在要怎么样？让老二更强，让老三压下去。我就讲到这边，我不要讲太多。哦，这是一个大环境嘛，我们要看得懂，去九叠案来造嘛。所以这个大环境出现之后，我们台湾的地位就越来越清楚了。怎么可能让你再做大？不可能嘛。好啦，我不讲太多，这个解码器我给太多了，以后再讲多一点。
讲到这边哈，现在有一个问题，我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在讲。其实我们在把这个论述哦跟台湾人讲的时候，发生很多问题。讲了，不是听不懂吗？就是拒绝听，要不然就是很多怀疑，对不对？我们跟朋友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明明事情就摆在前面了，我就跟你讲，三军总司令裁撤啊，啊，我们接下去车牌要出去啊，八月会去日本靖国社是九月开记者会啊，我都把时间表讲出来，怎么会是诈骗集团？我跟你讲哦，我们宜化东洲的办公室搬到一个地方，搬到宜兰那个什么警察总部的对面呢，总署的对面呢。你再说我们是诈骗人，你到对面去求证，这样就解决了啊。我们要换一个新的办公室啊，到那个前面去啊。那这个还不够清楚吗？你们还要看到什么清楚的地步？在这个讲的时候，我要讲另外一个概念，叫做斯德哥尔摩症。斯德哥尔摩症是以前在瑞典哦，他们1976年还是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银行哈，有个强匪跑到银行里面抢劫银行，啊就抓到人质，就把他们人质关在里面，我差不多五六个人质关在里面，啊几天以后警察攻坚进来，把那些强匪抓起来，然后下一步是什么？我要你人质去作证嘛，指控说他们做了这些事情嘛，可是没想到这几个人质居然爱上他们强匪了。就不愿意作证哦，所以他们就给他特殊的名字叫斯德哥尔摩症。这些人在那个封闭的环境里面，产生了对绑匪的一种感情上的同情，不管同情还认同。很奇怪哦，怎么会这样子？其实哦，在那一起相处那段时间哦，很多事情发生。比如说强匪那时候有什么？有绝对的 power 在里面，他们叫 overpower 这群人，对不对？第二个。喝的水、吃的东西，他来控制啊！我只要在你里面，我说我好，你冷杯醉，啊，还有几杯，那他是不是感谢的要死？哦，他对我特别好，对我比较，我在他眼里比较特别啊！他多给你两块饼干，就稍微这样弄一下，那个里面就开始乱了，对不对？人质当中啊，就开始有分类了嘛，对不对？啊，所以。然后那时候这群人是跟外界完全封闭的、哦、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哦、他在里面形成另外一种他也不知道有没有有一天可以出去还是都会被杀所以他在极度恐惧里面度过那几天、哦、所以他心理上要做很多的调试为了要适应那时候的环境跟那时候新的游戏规则他就产生很多事情他可能放弃很多东西好了讲到斯德哥尔摩症我在讲前面一个故事以前哈，有一个国王啊，我一直在讲故事，那你就听听看啊，给你倒挂麦。有一个国王，他有一个很好的 kingdom， 可是有一天跟另外一个国王打仗过后他输了的时候，这个另外一个国王他手下就很多跟班的嘛，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土匪就冲过来说我来抢，结果来抢的时候，先最喜欢那个王后最漂亮，先抢王后，那比较好色就抢王后。抢了王后带走的时候，就跟了两个孩子。王后说：“如果这个孩子不又跟我，我也要死。”他说：“好，那就一起抢。”除了抢金银财宝，也抢了那个。虽然那个国王打赢，可是下面有那种分财产的，就把他抢走，带回去土匪窝里面当这个山寨夫人。啊，那两个刚还在 baby 的时候，就把他当做 KK 啊，就认了。那因为这两个小孩子都长得又漂亮又好看，以后就一个就当接班人。就叫他到处去南征北讨啦，所有抢劫的事情都教他了，什么坏的都教他，教到他很厉害的查拉讨啊。就有一天呢，这个被打败的国王又起来了，哦，他又兴盛起来了，就回来就是这个故事就传到这个皇后的耳朵了，皇后就把这个故事跟这两个小孩子讲。啊，对啊，啊这两个小孩子听到的时候，两个反应。双胞胎哥哥跟弟弟，弟弟相信啊，弟弟听了也说、啊：“那我要回去，我以前我本来就那个爸爸生的、啊，我要回去。”啊，哥哥说：“哦，祖孙两个咱还记得老辈啊，为什么你突然就冒出一个故事，就叫我要跑回去？没这回事。而且他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很认同这个文化了，他在里面又运作得很好，在里面他就可以使唤很多人啊。
他就以为这是他的全部啊。所以后来这个弟弟回去以后怎么样，就正式继承了国王的王位了。为什么？他是真的他的孩子啊，所以这国王就把国度交给他，回来就打这个土匪，就把剿匪消灭掉了。这是一个悲剧啊。可中间就像台湾人哦，真的哦，你的亲生真正的父亲出来了，怎么办？要不要回去认？我跟你讲，中间有一个字很重要，叫 entitlement。有没有这个 entitlement？ 就是有你有没有这个资格或者这个身份地位，这个名分？你有这个名分，你要放弃吗？有些人说，哦，那个爱很重要。我跟你讲，爱没有真理做基础，你这个爱走不了多远哦。很多强暴犯被强暴的人爱上强暴他的人，帮他生了孩子，认同了。这个走不了多远哦，因为它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哦。你不要以为用爱可以把这件事情盖掉，让这个不是一个真理哦。所以它是要有真理当基础的哦。好啦，现在这个你们自己去想，但是这里面牵扯到一件事情。哥哥那时候他也不是笨蛋啊，他听到这故事，他要做很多决定啊。哎，真的是我的身份是这样，那我要怎么办？真实的事情出来的时候，他怎么面对这个事情？有几种可能性哦 ，deny 哦。他一开始听到这，哎，所以我刚才讲的斯德哥尔摩症哦，他几个治疗方式哦，第一步是什么？告诉他真相是什么。当人听到他们被人质之后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他认同这个抢匪的人哦，警察告诉你说没有啦，因为你在特殊环境下，所以你开始认同他。其实他真的是对你不好，没有啊，他那时候给我多两杯水喝，哎，他还给我多一点饼干吃，哎，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好像这个哥哥啊，因为他得到好处啊，他以为这就是全部了，就算真相出来他也是拒绝这个真相，哎，啊，就是山寨王啊。可是山寨王你真正的名分不要嘛，你真正那个大的王国的那个名分你拿不到了嘛，因为你没有回去继承这个王位嘛。所以即使你在以前有这个机会，你现在放弃了嘛。圣经上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啊，一个叫以扫，一个叫雅各啊。那哥哥喜欢打猎啊，天天在田里面打猎啊，他弟弟就每天在妈妈旁边绕啊，他妈妈就想帮弟弟变哥哥啊，因为哥哥有两份的财产啊，就要看哥哥回来的时候你就给他红豆汤，然后你就趁着他要红豆汤的时候就跟他讲说我跟你换位置。啊，哥哥就有一天打猎回来热得要死，哦，就吹他被戏啊，给你这红豆汤我要喝，他说不行，你先答应我一件事情，把你哥哥的名分给我，我就给你喝啊，灌他一个，好啦好啦，那要换就来换吧，啊，就把那个红豆汤一喝了。喝下去以后名分就不一样哦，以后爸爸祝福就祝福给爸哥哥弟弟哦，就跟他对换位置哦。那表示什么？他这个哥哥轻看自己是长子的名分嘛，你跨进你本来有的名分嘛，你个得偷一头嘛，你的名分本来是那个大王国的继承人嘛，你也不爱呢，你怎么会偷一碗红豆汤呢？啊，之后这个国王又回来攻打你，把你灭掉呢。你懂吗？这个中间还有那种斯德哥尔摩那种情愫在里面，很复杂的，因为他等于要解构他自己已经建立的这个系统哦。让基麦克台湾人攻这些事情也是一样哦。他在里面活得很好啊，他说我每一刚几季都跪后税后税啊，我时间到我就领薪水啊，18%我什么什么啊，我基麦克多好啊，有车子开有什么，这样就好了啊。他就停留在这里哦，他不晓得他真正的名分是什么，他也拒绝哦，因为对他来讲他要做这件事情哦。当真实，也就是说他不 care， 他不在乎真正的事情，真理是什么，他不 care， 他只在乎我现在拥有的。但是你现在拥有不会持续太久哦。当真的事情出来的时候，假的就要去掉了哦。当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假的就要走掉哦。动不瓦固哦。哦。喂喂。我这个声音可以帮我调大声一点，有意思吗？这个故事有意思吗？对啊，对啊，但是他在里面已经活到一个，就是叫他跳出来，对他来讲不是麻痹，他知道，可是他做了一个选择，就像哥哥一样，他也知道这是真的啊。So what？ 那又怎么样？他决定要在这里啊。以后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可能多过于我们真的是。执政哦，也有一群人他会起笑呢。后加在哈，后来我发觉台湾人应该没起笑了，为什么？因为他的需求很低啊，
需求很低，听得懂吗？台湾人没有那么高尚，他不会为了理念的事情去自杀。对，你讲得很好。会吃饱，有糖，有钱拿摕，安尼的话，春节跟我无关系啦。关台，你往下拢赶快了。对，我跟你讲哦，台湾人真的已经层次降到叫做猪的文化。猪的文化是什么？我跟你讲，我不是用这个来骂中国人是猪哈，但是中国人真的可怜到一个地步，他只能当猪啊。为什么？因为他没办法伸张正义啊，对人的基本要求他不能要求，所以他退而求其次。降到很低嘛，就是说给我有饭吃，给我活着就好。他是被迫的，因为那边的政权太离谱了，以至于他降他的标准到这个层次。啊，我们被这群流亡政府的人在教下来，我们也变成那种文化嘞。明明这块土地是你，你就一定要移民啊？为什么？流亡的人是到处移民的，他不会待在地方，这不是他的地方，他也知道不是，所以他想办法。你看那些中国流亡，一定想办法移民美国去。我跟你讲，到美国他还是要移民的。我跟你讲，因为他心没有在那里，他到哪里心都没有在哪里。他，我跟你讲，人在一辈子一定要找一个根定下来，这是你真正认同的地方。我不管你过去怎么样，到一个点你要做一件事情，这就是我生活的所在，我要定下来。因为我在美国碰到太多这样的中国人。你说他是美国人吗？他有，啊，你也拿了美国护照啊？我那时候我在美国的时候去一个牧师他家，他家里面就挂三个旗，一个中华民国国旗，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挂美国国旗。哦，我就知道他大概立场怎么样。我不想跟他争，可是他言谈之下他就讲说，哦，我回台湾看乱成一团的，哦，这有什么好？我不想回去。然后后来讲，哦，中国他隔几年开放之后他也去，啊，中国也不行。啊，结果他问美国，他说美国这边的吼都是欺负我们亚洲人啊，我们是什么？就那时候他才讲完，他女儿就跟着一个黑人走进来，他整个脸都讲不出话来，怪奇，你的你为什么不好好的找一个像样的那个中国人结婚？对。那我就问说，哎，等一下，这个牧师啊，你到底认同什么地方？你知道他认同哪里吗？他真正认同是历史上过去的那个点，现在已经不存在，就是蒋介石在统治台湾的时候，他觉得那时候他最快乐啊，因为一切好处都在他身上啊，他得到最好，他是耀武扬威啊，他是高级的那个人啊，对不对？哎，结果他现在什么都不是哦，他讲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存在哦，你在美国又不认同美国，又不让他儿子去当美国兵哦，也不愿意为美国，你既然拿美国护照，你拿美国身份，你就要为这个国家奋斗嘛。这表示你认同这个地方嘛。你来这边又说你是中国人，到中国又不认得，你又说你是美国人，到台湾又说你是中国人。哎，你这个人是什么问题啊？你哪里都不是哎，你叫流亡中国人哎，你到处流浪哎，没有地方是你的根，也没有地方是你的家、啊。你就像鬼一样啊，孤魂野鬼，四处漂泊，找不到一个定数啊。啊，我们台湾人不是啊，奔透台湾人啊。你有地方的啊，这是你的世世代在这边成长的地方啊，你在想什么？可是你被他教育的结果变成你跟着他到处去，哦，台湾乱了，我们赶快移民吧，不是嘛？啊，过去嘛是啊，我们战败，明明战败你就承认你战败嘛，我们跟美国打仗我们战败啦，你又讲我要当战胜国，我要后康的啦，你就因为这样被人家吃定了嘛，吃定嘛，被人家就好、啊，你是中国人，好，我就把你当中国人处理。所以我们接下去三代就是被这样叫啊，美国人就说你就自己承认啊，知道我们自己站出来说不是，我是天皇的臣民，我现在真的是战败，我现在在负担战争债，我们现在承受这种痛苦，时间到了，我们要回来了。 OK， 认清楚我们的身份，我们该还的债过去这么长久时间已经还完了，现在美国你要按照战争法来处理，我们不可以再这样子，所以我们到日本靖国神社拜我们的天皇，我们真正的法理的地位，英文字叫 entitlement， 你才有这个名分啊，你的名分是什么？流亡的人没有任何名分，到哪里都没有名分啊，来这边也没有名分，土地也不是你的，所以他一再讲新疆新牙嘛，要不然什么违章建筑可以就地合法嘛，他都想这些奇奇怪怪的 歪理嘛，因为这地不是他的嘛。可是台湾人是这个地方谁托，我们是有主人的，日本天皇是我们的主人啊，对不对？他真的是合法有这个名分，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嘛？啊，你就住在这边，你就承认这件事情嘛？啊，我所谓的台湾地位
正常化就是在讲这件事嘛。啊，那些走不出来，我就刚才讲了一大堆嘛。啊，心理各方面你要去调试，要去调整。我们就要帮助台湾人，第一个要先知道真相，第二个要把他带出这个地方嘛。他心理上会有一些挫折，会那些你要帮助辅导他了解说事实的真相、历史的真相是什么。你最好的 policy 就 be honest， 就是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诚实面对历史的事实，诚实面对你是谁，诚实的面对，不要再做虚假的事情，不要在虚幻的世界里面沉下去。明明军队就一直在裁啊，明明总司令部就裁，对不对？各个地方都在裁啊，明明记得舰出去上面挂的是美国旗，旁边就可以换一个中华民国这样子挂的，对不对？在骗吗？还在骗多久？我们车牌都要出来了，还在骗多久？台湾人也不要想说自己要弄一条路出来了，不用了，你没那么伟大了，我们打不过这些强国了。要知道自己是谁，哦，我们不要想说走台独，不会的，不会说自己慢，哎呦，好像可以专注一条路，不是这样子，啊。我本来还在讲另外，可是那个时间会太久，这跟我们的生存权有关。你真的是一个特殊的人，在这个地方，这四周也都是大国。我们在跟大国在竞争的时候，你需要靠一个强的好的大国，不要选错边，哦，没有边好选嘛，你就是日本台湾人，福尔摩沙，就这个地方的人啊。还有一个说，还有一件事情，我可能也要讲了。我们刚才讲到糟蹋这件事情哦，还有看到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新的这个事件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还不晓得要把它排在哪个位置。一个英文字叫 sorting 就是很多东西资料很乱，那我经过一个特殊，比如说你们有玩过 Excel 吗？ Excel 就是说我是 sorting by date， 我是按照时间来分排序，还是按照金额来排序，比如说啊，最贵在前面，最便宜在后面，有没有？你只要按一个点，对不对？按你们收 email 的话是按照时间收到还是以档案大小来排序嘛，都有一个标准嘛。我以前交女朋友是这样，很多女生的名单我就把它写下来，可太多人嘛，他们都不知道我把他们写下来了啊。但是你会排序身高、体重、肤色，哦，然后教育文化背景，啊，长相好不好看，然后你就做一个按一个排序，比如说身高，啪就一直他就排好了，然后再看的，对不对？没有，这是偷偷自己做，自己高兴哈。那女生不一定答应，但是要是可以结婚的对象，做一个排序。啊，你如果按错，比如说以美貌为主，啪就一个出来。啊，你选第一名，不好意思啊，你没有看到其他部分，比如他的忠诚度，你没有考虑。所以我说哈，美女不是你的哦，是大家的哦。所以你娶来，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就像帅哥不是你一个人的，大家看你也帅啊，不是只有你。我不适合再讲这个了，没有电了，这两个都没有电了。哦，这个又好了 ，OK。所以不同的排序就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是你排序要选对哦。所以后来我重新排序，就不再以美貌作为那个条件的时候，我觉得我结婚对象会比较合理，而且不会给我很多 trouble。 我以前认识一个法国女生，很漂亮，什么条件都好，身高体重，哇，家世背景什么都好，可这个人很不可靠啊，哦，那个故事就不要讲太多。反正最后好在后嘎在我没有往那个方向走，对，因为我觉得结婚哦需要很稳定的一个家庭，才能给我们支持啊，不要一直在那边变动，哦，这个很重要。那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个 sorting 这个事情哦？就是今天哦，民政府这件事情在你的排序里面排在哪里啊？你是跟什么根据什么来排啊？有的人把工作放弃的说来这边呢，有人这么看重这件事情呢，啊，有的人更不看重，他说。欸，他的排序可能是我现在拥有的东西，哦，我拥有什么，可是这个就丢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有的人认为说台湾人给他出真正自己这条路最重要，看你的价值观在哪里决定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啊。我们现在在找的人就是在人家还没有看，欸，说实在如果牌都已经打开了，可以看底牌是什么的时候，你再进来是什么意思？对有些人来讲还是很有意思啦，因为他还是来奔嘛，有好处嘛，要直接就是。但是现在来的人是什么？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来，我是以理念，我是认同这个法理我来的。啊，你如果是因为金钱或者权力来的，
你很快拿不到的时候就会走掉，或者来不及拿到，你会急嘛？怎么这么久？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法理成功，我们会呵护他，我们宁可慢慢等，但是他要走得对，走得正，走得平稳，对不对？稳扎稳打，让这件事情成功，不会急了。哎，那天讲到什么事情？哦，对，突然有个诈骗电话打到我家，跟我爸爸说，他用我儿子名字，哦，我是不，他说我现在运了麻药，不，运了那个大麻到那个什么地方被抓起来了，你赶快来救我。啊，我爸爸就慢慢问说，哎，你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因为我们平常是叫我儿子叫用英文名字叫嘛。他说这都下面洗尊啊，你刚刚问我英文名字是什么？就是那个诈骗的人啊。他说你我现在都被抓去关了，你还问我英文名字是什么啊？就挂我电话了。他急嘛，对不对？他目的是要马上在那个时间点上逼你钱汇过来嘛。可是你真的要求证，我就慢条斯理说，请问你告诉我你的英文名字是什么？我们在确认事情也是这样子，慢慢搞清楚法理，我们没有在急啊，我们没有贪心啊，慢慢等啊，我确认清楚以后我就走上去。所以那个哥哥做了一件事情，第一个 discernment 就是把事情看是非对错看得清清楚楚啊。他哥哥要做这件事情，哥哥跟弟弟都要做这件事情嘛，对不对？当真实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你要判别这是真是假，是对是错嘛。啊，下一步是什么？ commitment。那你做 decision， 对，先有 discernment 之后做 decision 嘛，我做了一个决定，决定完的下一步什么，就走上去了嘛，就行动就走下去了嘛，所以最后就是这个结果。那我们现在也是嘛，当一个事实 fact 出现的时候，你怎么面对它，你怎么分辨它是非对错，接下去你就要做决定，做完决定你就走上去，就像各位一样，今天来到这边上课，已经做了决定，也 commit 下去了，接下去我们就一直守护这件事情成功，好不好？好，现在有没有问题？开放几分钟，来，请讲。林老师，刚刚你第一章说导那个日本老师说，你除了颜色以外，比例的人物跟那个的。抱歉啊，我画的是抽象画，没有比例。我跟你讲哦，他讲到这个也顺便讲一个。我跟你讲，在抽象画的世界的人哈，你从具象世界哈来看的时候，跨博了，每次都讲说哦，这个像什么，这个像什么？不是啦，抽象画就不是在讲像啊。也没有画不好，也不能跳那么快结论，就说颜色的部分你没有去过欧洲，就所以这里面跟好坏无关，是跟你有没有去过的地方有关，哦，那好坏没有，那没有说不对，哦，那又错了，这跟对错也无关，只是说你怎么用色表示你是什么背景出来的人，他可以看得出来，哦，没有对错嘛，我怎么用色怎么有对错，因为我的环境就没有这种教育啊，啊，我都按你走啊，啊，那永远怎么办？就好像说宾士上面嚼槟榔可不可以？可以啦，啊，有没有对错？没有，谈不上对错嘛，只是说有没有品味啊，就这样，也没有对错啦，不能说这个错，只是说他不晓得怎么用宾士啊，对对对对，哦，那是讲究的层次啦，说吃饭干嘛一定要用盘用碗用滴，那用手抓可不可以？没有对错嘛，不是说印度人用手抓，那是他的文化嘛，所以我们必须那个又讲到更复杂，必须在一个 context 里面去。那我们只是说，台湾人现在欣赏艺术，必须要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它，哦，它是不同的解码器，不同的能耐去看这个东西。那日本人因为说实在，他走的比我前面很多，所以他看我就好像你们在公司里面新进职员，他会想什么事情，他会做什么怪，你都知道嘛，是不是？你们资深的人难道你也毕竟在巴黎，所以看你看得清清楚楚嘛，对啊，啊你进来一定会，对不对？所以说有社会经验有历练的人就是不一样，你就看到新进的人会发生什么事嘛，哦，一样嘛。那个教授看我的话一看就知道你走到哪里啊，你缺什么，我要指导你嘛。所以我们指导以前也不是说很辛苦啊，就赶紧掂解掂解你就出来了嘛，对不对？啊，这个地方要这样啊，那个地方他不用操作的嘛，他只是给你点一下点一下你就起来，所以那教授给我也是点一下点一下就出来了，啊，林博士就不能那样用啊，林博士要请他点一下点一下，你如果叫他这样子第一线那边每天那边冲啊撞啊拍什么照顾他一下，那我们这些人就撑上来。所以我现在，哦，跟 Camera 前面的人呼吁，哦，我站出来我算一个砖块，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只是一个画家而已啊，我今天为什么站在这边？
因缘际会啊，我在跑到华盛顿 DC 刚好碰到那件事情，刚好我很出国之前好好念了一下论述，所以当他们讲奇怪论述的时候，我就跳起来了，就表现我的态度，就这么简单啊，我没有很复杂啊，我很简单的人，只是在那个时间点有没有出现，那后来发觉哇，跨美容易啊，台湾如果给这些人这样布格，完蛋了，所以我才会站出来啊，站出来也希望我是专啊，会隐喻啊，希望更多有才能的人出来，我现在在事务局在找人嘛。希望有才能、有学识、你看得懂我、听得懂我讲的话的人，你们要站出来啊，来补我们这个位置啊！我们需要更多人才进来这个地方啊！啊，你也知道这事情一定会这样发生嘛，就早点进来嘛，不要等到之后进来就事后诸葛，那牌都掀了你再进来就没有意思了嘛！就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时间点，赶快站出来为民政府做一件事情。就我们台湾人，不要说我们都不 care 我们这块土地嘛，你不要说你不 care 你这个身份嘛。这是你的身份，你当得的身份，把它讨回来好不好？了解吗？嗯，就是这样子。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班长，我们 dismiss， 我们准备吃晚餐。OK。哎，请 Kitty。今日下课休困，啊，楼骹用餐。